分手后怎样复合？青青，你真来了。嗯，我现在既是原作者，也是星云制作组的顾问，厉害吧？太好了，有你在，我的工作都更有动力了。别寒暄了，会马上开始了。欢迎你，周小姐。没有再偷偷的配合，像误会的合作愉快。谢谢顾总，合作愉快。到了角落，可不懂我们这是怎么了，因为还在闪烁，为了你的许诺所以想念更苦涩，慢慢熟悉的磨合，盼爱梦里缓和，对你深深在意，哪怕是徒伤距离，守护也许有种眷恋已经超越过光阴。分手后怎样复合？说多少次了，进来要敲门。我来给您送咖啡的。不喝。有这个时间查资料呢，你倒不如去跟别人多说说话，约别人吃个晚饭，出去走动走动，制造个偶然邂逅，多好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人家现在正跟小师弟啊打得火热呢。看来你工作内容不够饱和，这么闲。顾总，我先去工作了。